也是不想跟我在一起？对啊，不然嘞？爱你喜欢我什么？真诚、大方、美丽、可爱，爱又善解人意。大家好，我们的交往过程，很平凡。首先，我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。看屁啊！看屁啊！你说你是白痴？你说你是白痴？你干嘛一直学我？干嘛一直学我？不跟你好了啦！不跟你好了啦！你看，是不是很像？再来呢？我们的共同兴趣就是不知道是喜欢吃东西，还是喜欢看你吃东西的样子。不过啊，好像还有什么没吃到。那我们也很常做一些荒谬的事情，例如，又回到这个了。当然啦，我们也因为运动认识，偶尔会这样说走就走。最后，我们结婚啦！好啦，大家坐好，我们准备进场喽。